有一位姑娘像朵花儿啊，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，一不小心呢、啊，他们成了家嘛，生了个崽子，一起挣扎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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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的理想看来挺可怕的，爱情能当饭吃会更伟大吗？为了能有个新鲜的明天，你再也听不懂你说的是啥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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